不同的就是他的豆花喝起来牛奶，我们知道牛奶是什么样，牛奶就是在那肚子里这样这样带出来，那个牛奶就是完全都没吃，又浓又香，就那个浓度是浓到好像像勾芡，说勾芡那个不是勾芡，牛奶没有勾芡，但是它那个豆浆就是像勾芡，但没有勾芡，那个太好喝了，一杯喝到完，那个杯底都没有那个什么小渣大渣的都没有，杯子都亮亮的滑滑的，而且倒定个叫我讲，这个人说他不爱受访问啦，他说买啦，别给我访问，因为我要一直在研究，要不然做到达到我那个标准，我的程度要不然达到我要爱的，所以说别给我访问啦，就来这里大家坐坐说说咧，请你喝一下，这样就好，所以他的豆干跟他的豆花跟他的豆奶是都做有机，怎么有机，他说他亲身去买黄豆是有机的，他顺一个黄豆来做豆花豆干跟豆奶，所以说他都没有别项，只有这项而已，他的那个黄豆如果是入来到工厂，就是都入两厂，跟做完为止都入两厂，所以他一直要自己吃健康，自己要吃平安，也是要希望说有缘吃到的人也能得到健康，真真正正在外面吃的豆腐豆干豆花是怎么做，他不了解的人，他也不想要说，但是他就有在外面吃过的豆花豆干豆腐，他就感觉说他不在日本吃过，今天在台湾吃都没吃到那种的口味口感跟那个好吃，他这决心要再少年，他就想要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自己好好去研究去努力去奋斗，所以他今天奋斗，他说他要达到他那个愿望，所以他不想要接受访问，就跟我们说说的这样而已。哎，妈妈，你用做认真，你跟他开讲呢？伊讲的代志，你拢会记哩？嘿，伊讲迄个标准，伊想要达到的那个标准，就是讲伊伫日本食过最好食的豆腐这件代志，我嘛是有听到安尼。所以讲实在，我感觉伊的味觉啊，就是食豆腐的迄种体会，可能甲一般的人无同款。所以咱一般像讲啉豆奶。可能嘛，啉袂出有啥物差别。啊，不过伊讲哦，伊就算伊家己逐工伫咧做，家己伫煮豆奶，亲身去煮，伊嘛感觉每一工拢有小夸小小的无同款的所在。伊讲伊有讲到吼，伊伫咧煮豆奶啊，袂输伊家己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同款。伊讲啊，今仔日豆啊，嘛有可能一丝丝啊无同，今仔日气温嘛有可能小夸无同，啊，今仔日咧。这个整个煮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吗？煮的温度什么？他说这全部要配合起来，要怎么让他做和谐？他在哪说的时候，整个人哪指挥家的手就在那闭，眼睛站起来，非常陶醉在原来他的那个煮豆浆的那个工厂，他就像是一个很大型的交响乐团一样，所以是一个真奇妙的人哦，妈妈，真欢喜能拜访伊，咱嘛今日了解这个做有机的豆腐的人。啊，不过你讲伊都经偏僻的所在，伊主要是要找水质啦。伊讲要做好的豆奶豆腐，需要有好的水质，所以伊选择伫花莲受封的这个所在。安尼今仔日真可惜，无法度大家。和大家听到魏大哥魏明义先生这一位有机豆腐职人达人他的现身说法，但是现在大米三个半米跟米妈叫出来大概表达一下，帮忙大家可以了解一束束啊，原来有人做豆腐做到这样啊，古猫跟人家说人啊，妈妈伊的豆花确实真正是我
六七十岁啊，真正唔捌食过嘅豆花，迄一捧起来，一第一嘴就发觉，我讲哇，那这种豆花呢？啊，伊就讲，好、哦，你食咪感觉无同，我讲完全拢无同，所以伊讲伊要过来研究呢。好，那是讲大家对这个花莲寿丰基尾有机豆腐达人有兴趣哦。其实伊个物件全台湾拢买得到，咱故事车环岛嘛，无伫咧为任何一个人有拍广告的责任拢无。要毋过只是感觉讲啊，那真正有人做遮尼啊专业、遮尼有心的物件，而且佫无伫咧要求讲要好花，爱拍广告出去，互做侪人知影。伊宁可是做低调的，家己安尼好花研究豆腐，所以咱嘛。不介意帮他说出他的品牌名称，叫做味万甜，口味的味，万是万里长城的万，甜是甜水稻甜的甜，味万甜。那是有机会大家需要了解，这个豆奶吃起来是不是那像米妈所讲的，安尼你也当去找这个品牌来啉看卖，就知啊。米米金故事车环岛第一次没有听到。主角本人的声音，大米跟米妈补充到这里，下回见。